一般低调的人往往都能成功。他们先生穷，然后他们会有这样的裤子。裤子掉了吧？你要送我的裤子。好了，我现在可以闭着眼睛休息，等他来勾搭了，一定可以的。瑞哥，我终于知道怎么解决了。看我扳手！我天哪，在空中还要跟我们打招呼，好厉害啊！展示他的实力，来，一鼓作气，我来，速度非常快。好嘞，只用了25秒。哇嘿！哇！哇What the hell? Oh my god!